你来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把那个牌子取下来了。他们现在正在取。对啊，上面 FB 上面都写啊。你看他们有在拿了，所以待会你来的时候看没有的话，就是他们拿回去。没有，他铁链已经穿过电线了啦。我们都是正义之士。So close, no matter how far, couldn't be much more from the heart. Forever trust in who we are, and nothing else matters. 前面是卡赫尔山。Open myself this way.在那边是我们清静。来到费殿堂。Trust I seek and I find in you. Every day for something. 山中在远方。Open mind for a different view. And nothing else matters. Never cared for what they do. Never cared for what they do. 在登卡赫尔山之前的泥泞和岩石都非常湿滑。前面的步道就是我们从恒源到天池的步道，这棵树其实是蛮特别的，好像是 evergreen， 然后这边很多小红果子，小时候我们好像会吃，但是没那么大。对面还是崇怀故乡。站在卡赫尔山顶，因为那个牌子被人家拿去关贝巴表那里，今天有人尝试着去拿下来，不知道拿得下来拿不下来，所以现在三角点是没有标示的。这个风景绝美，是360度的大景。
们一定快到山顶了。这里就是能够主峰，从我来的地方来的，应该说我从清境来的，可是我家真的住清境。哎，真的啊，真的好幸福哦。对啊对啊，那你应该常来啊。没有办不敢来啊，我没有。Yeah.